远眺就是碧海蓝天，露营车隐身在青翠山林里，白色露营车有独立空间，散步就能到海滩戏水。露营车位于垦丁后壁湖，优美的风光景色不少人趋之若鹜。虽然是简单的露营车，但因为有个别的独立空间，让来露营的游客比较安心，加上距离海滩不远，戏水方便，甚至散散步就能到渔港吃海鲜，不管是生鱼片或是现捞新鲜渔获，都能大快朵颐。现在又因为疫情趋缓，暑假旅游正夯，房间早就预定一空。对，走路就可以吃到海鲜，走路就可以到沙滩。假日的话都已经几乎都订满了。还有业者为了抢购亲子客群，露营车打造成可爱动物，五座动物造型的雨棚露营位，不但可以减少湿气，大人小孩都喜欢。强调功能性，开关按下去，四人大通铺，一秒变餐桌。可以拿来用餐，那晚上就可以拿来睡觉的。哎，对。我们这边距离海边很近，再往后湾那个地方，事实上也不用到五分钟的距离。野外露营近年来成为趋势，看好国旅商机，纷纷在垦丁插旗。有 V 类型的营位，附设专属发呆亭，搭配得天独厚的无敌海景，同样也是选在七月赶工开幕。业者推国内旅游，强攻垦丁露营市场，就等着暑假到来赚一波。三立新闻黄启超、黄家平高雄报道。